果来小鱼这波开启自己的暗影之舞，这波抢走老陈加了回血，冰魂这个位置给了一个大招，但是还是刮到这个小鱼了，后面直接开车想过来追，看看没有什么机会，蝙蝠开火可以发地形，小鱼这个位置非常难受，黑暗契约再来一跤，再来一跳，上了波高坡，但后面跟那个需要真是，不过冰魂大招已经结束，好在这个位置还有板，技高一头带走小鱼。另一侧老陈教赎罪，冰魂在旁边，末日有焦土，这边给个暴雨伏击，发条直接过来，趁着画号开到这边的冰魂，后排冰魂肯定这波是要死的，因为交了个火影超越控一波，但自己体力不支也摔人倒地，怕面条再过来缠一波，不过蝙蝠利用火影缓了出来，烧死末日同时再过来继续撵老陈，老陈选择 TP 撤退，但补消声的同时已经把他带走了，帕克一起远之痕加一幻象法球，这个版本幻象法球跑的速度有点慢，直接一个照大，虽然说没有照到发条巨石，但是帕克死了，这波大招去找人的，就找你这种落单的点，他们是比较好抓的，也是可以让小鱼人多攒点那个永久敏捷。对，那 RS 这边的话也在找机会，再次同时都是开悟入侵过来，看到了这边这个老陈补一手控制，什么大招都甩出来了，老陈虽然说加了一手血，但是没什么用。这波聂永本来是他们想主动去找人，但是怎么找着找着开始打钱了。这波过来啊，小没有控的帕克开始了对相位转移，反手带来一板想压起身，但已经跳到后台想过来找控的，但是没兄弟啊，这波炸过来一手伤害，直接还差一手跳大到了这边虚空，虚空被秒了，双方这边打着形成一波二换二，另一方面帕克也被追死，再过来补个炎刃，你说这边的话也被扣掉，发条开启自己的蒸汽背包，另一侧的话再转手开车炸一下，直接顶起自己的 BKB， 看看发条巨石这边怎么办，击杀之后小鱼再往这个位置赶，好像天辉技能交的差不多，想偷 Roshan 还是说围魏救赵想把对面逼过来，上面发条巨石发条还是一个喷气背包状态，但有点跑不了，我另一侧小鱼这边直接跳上来，这个人立刻照大，看看冰封大招甩出来，小鱼这个位置有点难受，老陈虽然加了个血，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，毕竟有冰封大招在，帕克配合自己队友带走这边胸，带走这边的一个胸甲面，留在外鬼魂就控的帕克，帕克这波也死，双方在这形成一波一换三，再往前继续追，老陈的没血，纵了闪失，再过来接普攻，后边的话再过来拉出一个末日，全家老小都跑不了了，这波话是打一个。来，在这边开了九九重来，另一侧莫尔选择搭自己过来继续控到蝙蝠骑士，蝙蝠骑士这边非常难受，给了个 TP， 比直接顶了起来，好像伤害并不太小，而且这边已经冷无敌了，后面过来找到虚空弹，反手直接一个拉住，这边交出自己的 BKB， 同时将时间膨胀，反向一波跳，找到这边一个莫尔使者，直接过来开枪，这边非常难受，哥拿到给上去，直接造了一个两兄弟，咋办呀？这一波发条巨石旁边，发条巨石先死，帕克这边倒是没什么问题，小鱼过来跳一波，交出自己的 BKB， 但是胸甲面这边有一手推进，还能跳一手，我这跳正好被小鱼跳到了，两边还在继续打击着拉。但是天辉这波人不够了呀，帕克再过来打一波 AOE 带走这边一个蝙蝠骑士，隐身的冰魂再次幸免于难，小鱼这波想后退，一个牛头大招并没有控到，但是被补了个假盾冲击，往前还要再找机会，再一个跳拉开，帕克这边中了天堂之戟，再补一波伤害的情况下，天辉这波可能想想也别追了吧，我觉得小鱼好像还有想法，他缓的差不多了，他可以再战一波，他不能让帕克孤身一人，是的，蝙蝠的脚踩另一侧，帕克去了这边九头，蝙蝠这边在找，然后这边在用血战，我已经出来了。那这波帕克的蓝量并不是很多呀，他没能跳走呀。是的，帕克再来肯定走不了。开塔防，勾一下，勾到我中到了，前面虚空到了帕克。是的，补一波输出，帕克这边老陈加口血感觉没打死，只能被迫跳拉开，被迫大招扫的甩的稍微晚一点，而且胸甲面这位置被人都板住，有点走不下来，末日这边还是大自己可以稍微继续控一波，但给了个吹风球给稍微苟一走，帕克们又想要给到后排，但是并没有带走这边的兵，反倒是末日使者这个位置先死了，再往前继续追，老陈也没，小玉终于复活了，不过后排帕克这波没盘子应该没操作空间了，买活还是想再来一波，不抛弃放弃，小鱼的被动都来呀，你过来，过来呀，过来呀，你过来，不过来那算了。嗯，反正我就不敲，你就把 GDA 了，我敲他两个。成不倒人不退。再中了天堂，上来上海护照补不出输出，交出自己的 BKB， 看这边破一手蝙蝠的林肯，再过来继续补输出，还能敲晕反手再来一拉，小鱼这边选择掉的特别快，100秒钟，末日还要7秒钟。
这边夜方 AD 的速度并不是特别快，但是对于天辉来讲，说实话也没有什么防守的余地了。还在往前继续顶吗？踩了一脚末日，这边蝙蝠骑士接招自己这个刷新，拉到这边这个末日，末日刚刚复活，再回家毒鸟。发条骑士这个位置别想走，又终于敲出了机器，我们恭喜 RSG。是的，虚空骑士压根就前面就没怎么 A， 他就想。